粉丝在哪里？现在记者就在 New Jeans 的快闪店这里，可以看到呢，我旁边这边有一个巨型的兔子，可以让大家做打卡拍照之外，往这边一看，满满的 New Jeans 商品都可以让 Bunny 们把成员们带回家。五位仙女又来跟大家见面了，韩国大师女团 New Jeans 空降台北举办快闪店，粉丝们手没有停下来，全都要买好摆满。因为就是本来就蛮喜欢 New Jeans， 然后我刚好跟朋友去拍照，所以就穿又比较打扮，超可爱的、啊，就是粉丝会很疯吧？嬉しい。みんながいて可愛いから。就连来台湾玩的日本粉丝也要来朝圣，就知道 New Jeans 的威力不容小觑。商品一字排开，少女心爆发，配色也超可爱。而他们的师兄团 BTS 也快闪台北。BTS Seventeen 的经纪公司 HYBE 呢，也来到台北开设快闪展览，由旗下七个团体所组成。在展览的第一站，就可以让你体验当明星的感觉。从素人到明星，这个化妆师一般人可是不能进。但在这里，偶像的心路历程一一在荧幕上浮现。结合 HYBE 公司旗下七个团体，从韩国原汁原味摄影展搬来台湾。在韩国已经看过一次了，我觉得也蛮好的，因为有些人并不是说一定能够出国去到现场去看展览。就如果说刚好台湾有机会能够这样进来的话，就刚好也可以给一些学生啊，可能就不用大老远飞到韩国。不止展区里面满满用心，就连外面都有拍贴机，可以拍下自己美美的照片印出来留念。成员们的小卡也成为必收藏周边，在喜欢的团体墙上写下自己的梦想，想跟他们说的话，不用到韩国，在台湾就能好好相见。 TVBS 新闻林云哲、林文台北场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